无线陈文仔电视城举行职艺员盘菜宴，每年宴上都总有不少候选视帝视后落力拉票嘅。陈伟嘅宵夜要以最后一口气拉票啊，绝对系真心真意嘅。李佳芯就表示，如果得到奖嘅话，就保证会唱歌俾大家听啊。因为有报道指佢因为推剧而失去视口啊，佢就话：今日我都收到呢个新闻。我覺得其實雖然我蠢啫，但我都未至於到咁蠢。如果我真係推，我不如攞個獎先推啦，係咪先？即係我想講，因為對我嚟講咧，我從來真係未推過劇嘅。點解我會推劇？如果我會推劇係因為我身體真係唔好。咁我今次其實，如果你哋有見我，其實我塊面多咗好多粒粒。我係喺台灣外景翻嚟之後咧，我呢度全部出曬紅疹啊，兩邊全部粒粒。咁我就好驚咁睇醫生咁。是因為我是情緒影響到我的免疫力咧，同埋內分泌不平衡，所以影響免疫力，係啊，同埋內分泌亂曬，咁所以啲疹就喺塊面度谷出嚟了。